活动当然很好哈，但是啊，这个理事长啊、会长，我一看呐、啊，黄瑞松，黄瑞松是谁啊？区长。哦，自己的乡镇首长补助自己的社团，然后又是自己人在那个，我就搞不清楚说，这个钱怎么会是这样子用啊？所以说我希望你啊，是针对该案的部分哈、啊，查一下101、105、104、103、102这个协会到底用了我们多少回馈金，这回馈金要回馈给地方多少社团向你们补助，给2万，给3万，他一次给个60万，自己又是负责人，查一下，拜托一下好不好？谢谢。谢谢那个处长，你要留意的，因为我以前也在这个议事堂当着这个区长里面跟他讲说哈，他那个回馈金应该在回馈当地，使用在当地真正受污染受影响的水资源回馈金，比如说要做道路或是水沟都应该在那边，他反而不做，把这些钱像这么多4、5千万的回馈金拿去做善财童子，这是非常的不可以的不可行的一个行为，希望说我们政风室彻查一下。好，谢谢。那个局长，我相信您到这里也不久了哈，我相信希望说您对于这个区域公所的一个业务了，像我在讲这个就是大溪和平公园那边，本来就是应该前面一段已经做水沟了，以示区隔，你占用民地占用那么多坪，人家也没说怎样，也没有说要说要赔偿或是要这个这个租金，那然后你自己会勘来区公所自己来会勘来讲说也要做水沟以示区别，前面做一段了你后面不做，这怎么可以？而且你看，而且这个是可以水资源可以也可以拿来运用的一个地方，他却去补助社团，你看这样子一个区长可以吗？那个林也有关您提到那个大溪和平公园那个水沟哈，我们现在养工处正在进行规划了哈，评估看看它、因为原来的洞原来的流况啊、我们把它改变了，看看可不可行，如果可行的话哈，我们会来检讨办理。好，区公所不做的话，我们养工处我们公务局这边应该要担起这个责任，但是要可行啊，因为它那个水是由上往下流，因为我们现在要改变一些方向，要看看好那流况上好不好。那个处长，我再请教你哈，你这个有那么多的一个，而且这个我们有39亿的哈，拓宽计划39亿，有19条39亿，用地费就104亿，目前只有完工4案、施工3案、设计8案、规划4案。我在想，为什么我们龟山大同路拓宽至今哈？这个104争取生活圈补助计划，到目前都没有下文呢。这个我们我那林演我回来查一下好不好？龟山大同路，您说有争取过？那我再请教我们那个我们的副市长哈，在8月10号有开这个市政会议有讲嘛哈，这个道路新辟跟维护管理的计划哈。我是不是要请我们公务局哈，对新辟的道路还有维护管理计划哈的重点哈来评估一下哈？对，是如何考评呐？要顺序，你这个在书面给我资料哈。OK。那然后呢，我就觉得想说哈，我们这个政风室哈，结合养工处这个行动 APP 啦哈，啊目前进度的是怎样哈？那目前 APP 的是养工处办就可以了啊，为什么政风处你还要插一手？没有，主要是我们廉政志工有参与他的路评的一个巡查，然后使用养工处开发的 APP， 哦，是这样。对。好了，希望说哈，我们如果有考评的话，也希望说我们公务局哈这边的道路养护哈能够做得落实一点呐。是。因为民众很多都在反映啊，都凹凹凸凸不平呐、啊，不然就缺洞了。像我们明星街啦、文化二路那边都是有反映啊。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黄婉如黄言啊，黄言请发言，谢谢。那个黄局长，是，请问哦，在你工作报告上面看到15米以上哦，是本府是本局哦要负责维护的这个道路，对不对？是。对哈、哦，那如果啊有15米跟这个8米、7米的话，这个是怎么办？是要你们跟这个区公所各做各的，是不是？现在在
各区的部分是十五公尺以下的是委托给区公所来维护管理。对啊，那我是请教你，刚好这个路啊，窄宽这个要怎么办？这整个铺要怎么办？或者是这个十五米，这个八米，这个要怎么办？要怎么处理？是，刚才我也有报告过，如果有涉及到类似区公所跟区公所之间，或区公所跟公务局之间的权责的部分哈，这个我们可以在我们每个月召开的公务联系汇报里面去进行讨论。局长啊，我希望哦，真的你要拿出你的魄力，你不用做记录可以啦，你可以请这个，请你的一个联络人帮你做记录啊。是是，我告诉你啦，真的啦。我们桃园最繁华的地区啊，最精华的地区啊，中华路跟民权路交叉口，每次到了下雨都要淹水，每次下雨都要淹水。结果现在那天有去会刊的结论，是是，区公所不肯做，区公所说他没有经费，啊，然后中华路你们是一口答应。那会一起做，会一起做，啊、连那巷道就是很。啊，那区长、那個，您说服得了他吗？不，我们那两手一摊，我没有钱呐、啊，我们没有经费啊。他那个业务是我们委办他的，啊、如果我们要执行的话，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我们来执行。我们来抽。局长，我希望啊，这个我们中华路跟民权路哦，是我们桃园最精华、最热闹的一个地区，市区啊都会积水，只要下个十分钟的雨就积水了。然后我们也请水务局做了一个评估的报告出来，必须要有，必须中华路跟民权路都要打通，是，对不对？那下区公所这样的不合作的态度，我希望真的你要一定要使出您的这个这监督的强制的这个力量哦，能够让我们桃园区桃园区的市中心区不会淹水。这个我们会主，阳光处已经说他们有在规划设计的哈，会。你知道哪件事吗？知道，知道。好，那如果这么不配合的这个区长啊，我也希望你能够直接的跟这个市长反映啊，跟市长反映啊，不配合就不要，就换人做嘛，可以吗？我相信啊，有很多的案件啊，都是区公所不愿意配合，然后把事情弄得相当的复杂。那我不知道他这个是要，让自己的地位能够强壮，让你们公务局去拜托他，或者是说这个老大的各自为政，还搞不清楚自己的地位，啊？应该不是啊，可能是因为业务上哦，他。经费上有什么困难，这我们来协调。那没关系啊，那他经费有困难，那我们市府公务局全部拿下来做，可以吗？ 对，目前是这样子。我不希望啊，我们的协调结果是这样，我不希望哦，人家笑我们议员哦是吹眉以完了、啊、街上淹水淹到这个样子已经七八年了都没有再动。另外哦，还有哦，我刚刚看到你们这个看到您工作报告上面哦，对于这个一些路平的这个路哦，要急需要铺柏油的这些路哦，那局长说实在啦，现在桃园街上很多地方都在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执行，可是这些哦，到最后他们的那个假修护都做得不完成，都是 kiki koko kiki koko 的。局长，你是不是有想到先把这些的道路先重新铺设过？你看，大兴不是庄敬路从头到尾是这样，是，对不对？还有慈文路、永安路，我现在念得出来的就是这些。真的，你如果不给他们假修护是做得相当的简陋了。是，好。那既然这个年限也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优先给他铺过，重新铺过？那个黄委员跟你报告，就说，即使是施工中的工程了哈，假设周边的道路哈，不平整的话，都可以来改，都可以进行改善的。
都可以进行改善。对。那我是希望说你能够先，如果要铺设路面的话，希望你能够先把这些哦，像补丁一样的路面哦，重新先铺起。是。可以吗？可以。另外哦，郑峰市主任，你做了多久了？跟一周报告，还有三个月，我们快六年。三个就那你们的任期是多久？六年。六年是，那三个月就你就要离我们而去了吗？这是由上级在安排了。我是希望哦，真的哦，那个你们是由上级安排。我是据闻呐，这个您对桃园还是恋恋桃花源呐、啊，是不是有这种事情？这个、啊、我们完全听从上级的指示的。完全听楼上十二楼指示是吗？不是，是哦，不是哦，那个你在十四楼，应该是听十二楼指示嘛，哈，对不对？因为郑峰的人事权是在法务部。是哦。是。好，那我是希望哦，真的说实在啦，你在这里做的这么久，说实在也真的算是蛮争议性的人物了。我希望既然有好的出路，希望你能够哦，跟我们说一声拜拜，可以吗？谢谢。另外还有哦。多少价值哦，算是这个受贿行贿？多少价值？这个主要看有没有职务上的对价关系。对，没有对价关系。我口袋拿出一个、嗯、一个小小的口红，大概两三百块，我随手送给一个公务员，因为我看他可爱，这样可以吗？那看他有没有业务上的，就是刚刚没有啊，因为我只是看他可爱而已啊。如果没有业务上的往来，那这个是一般的公务廉政伦理的问题、嗯、我告诉你啦，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讨厌你们政风啊，拿着鸡毛当令箭啊，某社团的这个理事长啊，跟他们的那个长监啊，在开会的时候，一个送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水果的装水果那个放到冰箱那个，大概只有价值120块，嘿，然后有剩下的活动剩下的东西分给大家分享，然后啊还有一个就像我讲的，哎，看他很可爱，好，送他一条口红，结果你们也把他郑峰市也送郑峰市，你们也把他当作一个大案来算，我不知道你们这种，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标准在哪里，既没有这个。既没有利害关系，只是一个协调会而已。我不知道你们还可以把他叫过来问笔录，嗯，然后还在嘉奖这个，嘉奖这个，去那个送去你们那边投案的这个公务员啊，局长，这个在你这里面工作报告里面有没有列入一笔丰功伟业？有没有？啊？易座所讲这个情节应该还不至于，因为他如果是，对啊，就是不至于啊，就是你们就是这样，如果又拿着鸡毛当令箭啊，如果是偶一好、哦，就是偶不是很突发的突发的情况，并不是，而且我告诉你啦，这不叫行贿，这不叫受贿，这叫人情世故，你知道吗？这什么叫做人情世故？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的廉政规范，局长啊，我告诉你，500块以下是局长。说实在啦，你在外面也铺了路了，来桃园不到一年就可以去考检任官，考上检任官，椅子没坐热，拍拍屁股就走了，总共有四五个，所以他们这些童子军都是出去替你铺路的。我告诉你啦，所以我希望你三个月到啊，能够想想看，能够有更好的出路哦。希望你能够跟我们说拜拜，嘿，我相信哦，我会在市府门口哦欢送你，可以吗？谢谢，谢谢一直的指教。嗯，好。那至于哦，刚才我所讲的教育局那个受贿行贿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够，你们郑峰市能够去跟那两个当事者道歉，可以吗？就一直刚刚提的，我们会尽快去了解。哎，一个保鲜盒。活动剩下的保鲜盒发给大家，这个样子叫做受贿，受什么贿？哎，他们在背后要办的活动，花的钱比这个更多，哎，你知道吗？好，谢谢。
们请苏翠玲苏议员、梁维昭梁议员、徐艺树徐议员，还有詹江村詹议员，共用23分钟，请发言，谢谢。好，谢谢议长。副市长，我可不可以请教您？因为您对工程比较内行啊、哦，我请教一下哈。我们现在这个，对不起，我先请教你。我们桃园啊，最让人诟病的这个有哪几项？前十大，你觉得会有哪几项？最令人诟病的是什么？就是老百姓最气的，然后抱怨最多的。这个道路不平多了，道路不平有吧？道路通常是大家抱怨最多。是吧？道路应该可以没有第没有我想绝对有前三名了，对不对？坑洞嘛，对不对？有前三名啊。那我请教一下啊，我们这个坑洞修补啊，我知道我们桃园市政府啊，是针对15米以上跟15米以下做一个区隔。为什么要这样区隔？因为大概15米比较大的道路工程，金额比较大，工程的需求比较严格，也应该是由公务局比较专业来做。那15米底下道路比较小，也比较多给地方这个区公所来做，原则上是如此。对，人力跟这个专业能力的考量。好，那我再请教一下那个副市长，因为我们这局长是新来的啦，所以我想我问他，搞不太清楚啊、哦。为什么我们今年105年，我们的坑洞修补啊、机动养护工程啊，我们以往是分6个区啊、然后复数决标，那我们今年呢是把它做12个区，然后分开招标，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它的理由是什么？可能我具有了解，初步了解是因为它前面的哈、过去都是过年前就已经开始上网公告，今年哈、应该说今年的3月才决标。这就是太慢了，所以变成同时在决标。哦，是这样的、过去是开口合约很早就做了。那我再请问一下副市长、我们说这个投标要3家以上来投标，它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希望公平竞争啊。公平竞争，避免垄断嘛。对，是不是这样子？样避免垄断嘛，哈。好，那我再请教一下政风哦。如果有一家公司，他这个故意呢去设了2家名称，然后这2家都去标的话，这样有没有算违标啊？因为法人哈，他是就是依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灰色地带嘛，对不对？法律的灰色地带，就我们规定你不可以违标，不可以绑标。那但是呢，如果我这个人我财力雄厚，我可以一家，然后我故意找了3-4个人头，我弄了3-4家，然后就这3-4家去标，然后这样其实在真正意义上它就属于违标。但是呢，在法律上你莫他奈何，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哦，好。那我另外再请教啊，这个我就对不起两位请坐，我请教公务局啊。是。我们在这做机动养护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会有个养护工班嘛，对不对？对。那我们这个养护工班是不是在投标的时候就已经有要求了？我们每一个你招标到桃园市政府或者是区公所的这个坑洞修护的机动养护工程，你是不是就必须要有把工班就要列出来，包括你的车辆，你必须具备多少车辆要巡修，然后你这个一个工班有几个人要来负责巡修，是不是？是哈。是。那目的是什么？以确保他执行的能量。对嘛？确保他执行的能力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要的叫做坑洞修护、机动养护，那就是我们希望发现坑洞马上就去修补，然后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最快速的，然后最这个专业的这个技术来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是。所以我们要求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车辆，要在这个桃园这个13个区啊要做巡修，然后你一定要每一个工班要有一个工班的人，然后这个工班的人要负责这个工班的业务，是不是这样子？是哈。对。好，政风，我请教一下，如果哈这个列出来的工班啊。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啊，我一个公司啊，我去分别，我这个公司我分别投标了不同的几个单位的工程，我同时招标得标了好几个工程，我可以用同一组人马吗？可以啊。啊，可以啊。因为他是执行，他是可以啊。我刚刚讲哦，机动修护哦，每一个区就要有他负责修护的车辆。还有他负责修护的人，啊，如果我今天啊，我用好几家公司的名称，或者我用一家公司名称，我得标了好几家以后，结果我得标了好几个区以后，结果我这么多个区，我通通都用同一组人，
这样可以吗？或者我这个区，比如说我今天我桃园区，我桃园区我说，哎，我固定就是 A 跟 B 这两个人，我可以再把 A 跟 B 这两个人再把它放到中立区吗？因为它算是它的下包，实际执行是它的下包在执行的。哦，政风处长，你可千万不要随便回答哦。那如果照你这样的话，我如果标到了13个区，然后我13个区都可以用这两个人吗？我刚刚讲的是执行机动修护的车辆跟工班的人哦，要负责去修护的人吗？现在是要求是每一个区都要有独立的，嗯，独立的是吗？对，在合约上要求每个区要有独立的车辆跟工班的人修护人员。那如果他不同的工、不同的区、不同的工班就用的是同样的人跟车，这样子有没有问题？那如果他合约已经有要求，就是要用单独的一个工班，對，那当然要照合约来做。谢谢副市长，我想真的在请教哈，我们去年我们就在质疑了，好，我们就说桃园现在目前的这个道路机动养护这个工程啊，我们总共啊将近5000万的预算，五亿的预算，以往生分6个区，今年呢切成12个区，结果2家得标，以前6个区还会4家得标，我们有4个厂商来维护这个机动修护，然后呢今年105年我们12个区变成2家得标，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其他是1家嘛，因为它就是裕盛下面的兴盛跟宏盛嘛，它其实就是同一家老板嘛，对不对？我们当时就在质疑，我说你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确保我们的修护的品质？你同样都同一家，他有没有那个能耐运找到那么多的车，用那么多的人在做机动修护？好，这个是桃园的哦，桃园市政府的哦。那我们再看哦，这个是桃园市政府的哦，十二个区，2家得标，其实就是1家哈。然后呢，我们再看看13个区公所，他们针对15米以下的坑洞修护的工程，结果他几家得标？他这个兴盛跟宏盛啊得标了大概有半数以上，好，那就算了。你看我们讲的就应验了，我们就担心啊他不要啊一鱼三吃啊。我怎么说一鱼三吃？你合约上规定不同的区就要有不同的车辆、不同的工班，结果呢我们好好笑，我们发现哎，怎么这个兴盛啊他得标到这个龙潭的，也得标到我们平镇的，他是两个不同的区哦，应该有两个工班哦，结果他竟然工班的人是一样的，工班的人一样的。那更好笑的是什么？更好笑的是我们桃，这个是刚刚讲的都是15米以下哦，龙潭区跟平镇区。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平镇区15米以上是桃园市政府养工处负责，15米以下是平镇区公所负责，对不对？它又是两个不同的哦，对不对？一个负责15米，一个负责一个15米以上，一个15米以下。结果更夸张啊，招标得标到桃园市政府的平镇区的厂商叫宏盛，得标到平镇区公所15米以下的叫兴盛。按理说这应该是2家不同的公司，对不对？哎，结果他们用的巡修人员同一个人呢，同一个人呢，哎，2家公司同时聘一个人，然后负责2个标案，一个是15米以上的，一个是15米以下的啊，这些到底是坑洞修补坑洞还是在坑人呐？啊，猛拿 game cycle， 一鱼三吃啊。这个我想这个发包策略啊要修正。那个副市长，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发包策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上个会期已经点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也提醒了桃园市政府，你应该要去注意。我们担心就是我这一家厂商，我垄断了整个坑洞修补工程，可是我根本没有用那么多的人力在做坑洞修护。这也难怪为什么我们桃园市的坑洞修护工程一直被老百姓骂，对不对？然后合约上明定你一个工区你就要有一个工班，而且一个工班都是一辆修护车配2个修护人员，对不对？哎，竟然可以两家，哎，
一两个标案，龙潭停政用一个人，用同一个人在负责十五米以下的，那不同的公司，宏盛、兴盛两个不同的公司可以聘同一个人。哎，我想请教一下，今天王副市长，你可以同时被桃园市政府聘请来当市政副市长，你还可以去这个台中市被台中市聘为副市长吗？我想这个因为发包了同这个几个市区公所跟公务员，他同时发包，并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所以就个人来讲哈，个人发包讲不知道，但是那当事人是有问题的啦。发包者不知道，发包说，譬如说凭证发包不知道，另外区公所发包不知道，是没办法去整合啊。那政风处啊，那我就在想，我们去年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针对这个案子，你们都完全没有任何的。你们没有任何去注意吗？你们只注意那个200块、500块那个保鲜盒，没有去注意这个5亿、10亿的这样的一个坑洞修补的这个预算跟工作执行吗？我有一个建议啦，哈，这个发包哈，基本上除非他有弊端，这要依法赶快去处理掉，政风或者法务。另外一个就是说履约管理问题，副市长，这已经涉及不法，履约管理这已经涉及违反了契约。如果桃园市政府对于违反契约的这个态度是这样的话，那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检讨了哈。这个发包策略还有发包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这个联合垄断，这就违反采购法。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实在一点，应该是履约管理要加强，让他不能这样随我做的不好。我讲刚才书院点出了这个发包的瑕疵有很多的问题哈。我讲录屏目前是绝对是市民满意度最高的一个状态哈。那书院刚才点出了过去。去年龚局长把这个发包模式改掉，我不知道我们洪局长知不知道了。当时我觉得你也是，当时你也有回答我，你非常不赞成龚局长发包的方式。那明年一月又即将要做这个发包的决标，那针对这个发包的模式，副市长你有没有改变的方式？我相信应该要改掉，这个是不对的发包策略。我不知道黄局长你们现在养工处到底怎么发包策略，实务上这个就变局或者处就做掉，但是他主办机关我今天并不晓得，但是我不赞成原来的发包模式。副市长去上次你就回答我说这个发包的模式是错误的，那我想今天衍生出这么多问题，包含录屏维修的机制、维修的人员，不管在哪一区都有重复的状态，显然这个瑕疵已经出现了。对，所以今年我希望副市长跟我们公务局局长针对这个发包的模式要改变，不要让大多数的录屏工程垄断在某一家厂商，不要让维修的机制的及时性没有办法达到效果，这个就会造成现在录屏成为民怨最高的状态。副市长可以承诺答应吗？我可以来负责来协调这个，包括区公所发包的工程，包括公务局各区的发包，不应该有这种现象。我还需要要有一个好的机制，让它不能出现同样厂商标太多工程不对。好，这个我希望副市长可以做到，好不好？好，部长请坐，好，郑副市长请坐哈。局长就叫一下哦。是。我想你是从台北市调过来，所以你对整个台北市整个处理的状况比较清楚了哈。是。我之前有咨询过一个骑楼整平专案哈，那时候在吴志扬时代啊，县长当然要做。我想你们公务局针对这个样政策有没有持续要做下去的决心？骑楼整平哈，刚才梁议员有说到说，台北之前怎么做哈？台北是由因为骑楼是属于建筑物的一部分，好，然后它属于建筑物提供给公用的部分哦，所以在台北是由建管处，就是都发局的建管处来编列预算委托。我知道，那未来我们桃园市公务局针对这个录屏整平专案有没有要做骑楼整平专案的部分？我刚刚去找报告哈，因为它是属于私领域的哈。我知道。那如果做法上，可以由说建管处编列预算，委托我们公务局来代办的话，我们只是一个代办的行为，愿意啊，这我们来执行没有问题。啊，这个你去协调一下好不好？因为去年也答应说要做，那后续我看都没什么进度，而且当时还说要做示范区要做啊，中立火车站、桃园火车站这两个要优先做，但目前我都没看到什么成效。那再请问一下，我们中山东路拓宽的工程到底现在进度到什么阶段呢？在招标，招标没什么进度啊？招标，好，中山东路第二标哈，就是中间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好，没有。我觉得时效性很差。已经准备。去年就说要动工，到现在都还没动工。十月6号开工。
16号开工。是是。这个有确定吗？是确定。我想我们期待很久了哈，而且郑市长也喊过很多次，到地方说明会也办了好几次，也跟当地的里长居民都讲了。那每次遇到里长都问我相同的问题哦。我想这问题不应该再延宕下去，好不好？好。所以10月6号确定会动工吗？是。开工。是。谢谢。是有会办，除了台风影响，不然就是开工典礼。啊，局长，我直接请教你一下哈。那我刚刚看我们的工作报告里面，真的说实在的，这个龙潭的部分哦，在真的整个预算哦，几十亿这样执行下来，真的叫乏善可陈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哦，这个颜面尽失啊！可见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是是。那之前也我想也跟您哦就教过很多次啊，有关于啊这个龙潭的这个中丰路高阳南路口跟这个甘城路盛林路口这两个路口的一个哦。这个瓶颈路口的一个扩宽呐、啊，到现在进行的状况怎么样？这两个案子是在我们颁定瓶颈路段，拓宽实施计划之前的案子哦，所以这案子已经会明年会优先来办理。这样子哈、哦，对，明年的预算下来会优先办理。这个已经程序进行到今天，我想局里面也很努力啦，在帮忙这件事啊。但地方对于这两个路口，尤其都有很多的公家单位啊，必须要借由这个路口来进出，非常重要。我们请加紧，我们现在正在请加紧估算经费。另外一个哈，就是在很多年前，大概是4-5年前，当时呢，在龙潭的这个中心路跟五福街这个地方啊，曾经在一个电力公司在这里就实施啊电缆这个地下化工程。那做了之后呢，地下的部分都已经埋设了这些管线哦，但是呢过了几年之后一直都没有继续执行下去啊。我想这个不但是浪费公帑，而且失信于民啊，所以请我们这个公务局啊针对这两个路段哦下去调查一下哦，那个地方都已经做好地下化的准备了，那为什么迟迟这些地上的电杆都没有下地哦？所以这个部分哦请你们加紧来、okay. 来那个督促，好不好？好，这我们、哦、如果说已经这个案子停下来的话，要马上继续启动，否则你埋在地下的那些管线怎么办？是不是？是，好不好？好，好，请坐哈、哦。正峰哈、哦，我说实在的，其实桃园县哦，这个很多的公共建设哈、哦，说实在这几年来，刚才有几位议员提到说有关于这种垄断，其实哦不无这种嫌疑啦，因为。很多的区啊、来讲，一个工程都由一家公司来做，当然了哈、哦，我想这个是经过把关，经过合法的程序。但是，哦，但是大家也知道，按照比例原则来讲，你今天这么多的工程由一家公司来包，它的品质、它的效率、它的速度一定就会有差。再者，经过这种所谓财团式的这样的垄断，很多的、哦。在我们这个桃园市内的一些小型的一些包商啦、啊，一些工程公司，其实都没有办法生存。而且呢，如果说由一家公司来垄断的时候，各区它里面本身的一些小包商，本来它可以对这个区来就近做一些维护的，而且速度可以很快，而且可以很负责的，到最后不但没饭吃，而且这一些品质一定会受到考验。再者，我们经常对于一些工程的品质，没有真的做到实质的一个要求，不要说我们台湾，在大陆，他们的桥梁、他们的水沟、他们的柏油路面，对于那种验收的品质要求非常的高，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品质经常做不好之后，水沟底下还有模板哦，还有坑坑洞洞路面，然后桥梁呢坑坑巴巴，如果在外国的话，这是看不到的，也许哦，我们的契约没有办法做完全的一个规范，但是以专业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话一定达不到验收的一个标准，所以希望你们以后验收这些工程呢、哦，工程单位一样，一定要要求所谓的哦这个铺面也好，挤压液这个部分也好，还有水沟底下看不到的，真的模板拆了之后，还有钢筋外露的，那个到了下雨之后都会影响那一个哈、哦、行水的问题啦。总而言之，很多的工程，希望我们做好验收，看起来真的那个品质哦是有到达啊一个国际的水准呐、啊，好不好？哦，请你们多加的来努力啊！好，谢谢，谢谢。好，局长，东局长，是这个往年哦，这个我们道路桥梁啊建设工程这些哈、道路拓宽呐、啊、或者是这个打通工程哦。
最近这几年陆续啊，这个很多年的了啊，桃园的编列预算呢都几乎是零哈。是。那现在呢，新的一年呢开始了哈。那我们今年呢，在你的这个报告里面呢，道路桥梁建设工程呢，总共啊有这个14样哎。哦，不止哈、哦，这个有16样哦，有十六个嘛哈、哦。这16个工程里面哦，中立地区占了八个，中立占了8个，哦，桃园这啊、八德占2个，哦，再来就是其他的就陆续就是大园、观音、杨梅，然后桃园哦，我们桃园区呢还是零，你这个。道路桥梁建设工程，你的计划里面有十六样里面呢，中立占了1/2，哦，然后呢，巴德占了两个，哦，就占了十了，其他的就是大园、杨梅哈。那中立呢，包括到中立龙岗中围道路景观改善呐、啊，这个中立龙岗路拓宽呐、啊，哦，然后呢，这个。中立中山东路拓宽呐、啊，哦，然后呢，这个老街西这个客运园区新辟呀、啊，哦，然后呢，这个中立和俊北路啊，哦，然后呢，这个中立慈惠二街拓宽呐、啊，哦，然后龙池路延伸至66线道路啊，怎么整本都是中立？你干脆那个是。市长是中立市长，是不是？中立市长我记得是鲁明哲嘛，哈，这没有后来没有市长了嘛，哈，怎么现在又多选出一个中立市长？吴志扬以前啊，在桃园市拿桃园区拿的票最多，结果后来重南轻北以后啊，我们桃园区啊，后来票就不给他了，这一次就郑文灿的票就最多，结果现在换郑文灿当市长以后呢，你的道路桥梁建设工程里面。一半就是都是在做中立，桃园还是零，应该可能是应该不是这样哦、喔，这本是有错了哈。不是、那個、是不是让那个局长稍微说一下？跟你报告一下，桃园哈也有装进一号桥有拆，啊有，来，你不要讲这个道路桥梁建设工程有几样，你在哪里？来，因为我没有写在这里面哦，没有写在这里面。第二个我要报告，因为桃园哈像我现在写在这里面的总共。十六样里面，中立占了8样。现在是这样，因为怕吴志扬下次再出来跟你选，所以把所有的建设全部都投入在中立，看看下次能不能让吴志扬一次就嗝屁，是不是？我跟张野报告，除了道路桥梁建设以外，市政建设还有像总图啊、公24停车场啊，还有。运动中心啊，这都在陆续的展开当中、啊。哦，陆续展开啊，所以都没写在这个你的工作报告里面了、啊、哈。除了道路以外，还有其他的公共。哦、所以桃园区就其他有公共建设以外，然后道路桥梁都不重要的了。不是不重要。零嘛，没半个嘛。哦，十六项里面，中立地区占了超过一半。那接下来我们请范刚祥范议员以及黄锦新黄议员共用10分钟哈，请发言，谢谢。好、哦，谢谢主席哈、哦。那个，好啦。你刚进。黄局长哈、哦，是。那个哈、哦，我看到我们的工作报告第14页哈、哦，我们有代办桃园市立图书馆的新建总馆工程。是。那这个工程其实是很重要的指标工程，因为说真的哈，我们桃园区没有一个像样的这个公共建筑物哈。是。现在展演中心哈，说真的看的是让人家蛮没有什么精神的哈。那么，所以我们对这个案子的期待很深。那么今年1月22日哈，市长在这个选址的记者会里面，他有讲说，今年要进行竞图跟专案管理标案，明年要进行施工。期盼能够在109年中完工，经费是20.88亿元。好，那么我们是第14页的工作报告，我们的经费变成14亿，原因在哪里？简要说明是这个把比如说它图书馆购书、藏书，还有其他的一些
好，单纯工程费用是不是？这只是工程费用。好，是好，要说明清楚哈。是。那另外一个哈，我们那个时候发布的进度表哈，我看多有改变哈。第一个委托专案管理哈，我们当时的进度表是今年二月就要完成，可是呢，你的工作报告第14页上面写的实际上是7月28号决标，已经慢了5个月了，原因在哪里？简要说明。是因为我们有一些那个里面原来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太不切实际？为什么定出那样的进度来？之前有一些空间配置等等的协调了哈，所以稍微定案慢一点，现在已经在加速展开，我们年底以前建筑师会遴选出来没有问题。年底以前，这是我下一个问题哈。是年底以前要建筑师要遴选，所以我们现在的时间剩下几个月？5个月。没有，这对是5个月嘛哈。是，而且我记得哈，按照我们的机关委托技术服务厂商评选及计费办法第19条，我们是服务这个采购金额在500万以上嘛，那是要竞图的案子。这5个月的时间你要竞图完成，那我刚刚讲好，说真的竞图我觉得很重要哦。对，我记得原来的龚局长是讲说我们没有开放国际的竞图嘛，我们只有国内的竞图，对不对？那竞图你们要怎么做？因为我觉得你要是竞图不好，那听起来我真的有点担心。我们这5个月的时间是给你竞图，你要怎么竞图？哎呀，这个你要怎么评审？对，这个我们也参考国就是我们国内哈其他几个直辖市的做法哈，我们会开是当然开放国内的建筑师，但是竞图的方面哈，我们会找一些国外的专家来，那给建筑师的部分也会请建筑师啊，针对有一些基本的一些重要的设计是他还要跟国外的建筑师合作这样子。对了，我是纯粹表达忧心了，其实我也没有觉得说我们国内建筑师就一定不行嘛。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公共建筑物，事实上还受到还不错的评论嘛，就是我们的市立图书馆的龙岗分馆。龙岗分馆，这个是 OK 的。可是呢，说真的，我很担心，因为我从以前我已经表达过对我们桃园市的以前的公共建筑物的真的非常忧心的一个。那我希望说你的这个竞图能够促进好的创意，尤其你刚刚又跟我讲说你又要把这个时程哈，因为我看看。我记得你原来的行程也是也是差不多4、5个月啦。对。那我不晓得你竞图的时间够不够。那目前是剩下5个月。那么就这个部分，我希望你把你竞图上你如何能够促进好的设计、好的创意。我想陈处长本身也是建筑师，我们要如何让设计的人能够有那个空间，在一定的概念之下，能够把设计好，这个部分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好不 好？用书面的办法来跟我做一个说明。那包括刚刚我们的委托专案管理，我觉得时间的这样的牵延哈，我也希望能够做一个书面的说明。那么另外一个问题说哈，我们工程发包，原来的讲法是说也是今年的11月开始要去发包哦，原来讲法是这样。是。那现在看起来来不及了嘛，你的设计监造要到今年年底之前能够完成，对，发建筑师表，建，设计表。哦，建筑设计表，那明年年底之前要完成设计，会不会有问题？然后能够工程发包，会不会有问题？明年年底哦，不会有问题。这就是我们，所以你的设计的时间，这样听起来又剩下一年了。不到一年，不到一年哈。哇，因为你原来的时间哦，不过你原来时间事实上差不多是15个月左右，对，那你现在是不是压缩到不到一年？对，赶工哈，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看到它的结果。可是看到结果的重要的前提是，我不希望牺牲品质。尤其我一再的指出来，我们桃园市最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人家说我们哪个建筑物欢迎你来看，我们这句话讲不出来。我们希望说，我们既然已经建级旅级的推行了这么多东西，要做出成果，质感很重要，好不好？这个部分请你一定说明。那 OK 了，好了，只要照你这样讲，大概明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整个进度就已经跟原来在我们选址记者会里面所讲的进度大概就一致了嘛，对，就已经合在一起了嘛，所以这个专案管理的这个损失的这5个月已经补回来了，补回来。那好，那我再跟你确认一下，所以你的完工应该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是应该109年5月底喽，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工程的时间哦，现在我们评估出来还算是宽裕。
还算是宽裕哈，因为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个数字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你原来在选址记者会里面你自己的进度表里面的进度，是，我是拿了你们自己的进度来问你们，可以，好，所以那 OK 了，109年5月，假如还算宽裕的话，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能够让人耳目一新的这个图书总馆，是我非常期待，那么也希望就相关的这个如何思考，如何去做。还有你的这个进图的这个过程，好，我希望也能够多少来参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我希望能够确保它的品质，好，谢谢。是，这就是免钱了。好，请讲。因上拄只湛江村议员啦、啊，针对道路桥梁的这个啊，这个项目啊，哎是，哎，你来多久啊？3个月。三个月，迄个迄情有可原啦、啊。卖讲湛江村较大声一个尔，你就脑子里一片空白啦。至少北区啊，民光东路甲国际路的拍通，即卖拢已经伫规划当中。安尼知无？迄是民光路，因为迄是民光东路，迄是。迄路一定要拍通的啦，人市长伫市长的事情报告顶头拢有写。林振贤议员嘛，无几下摆啊。啊，局长啊，啊，较用心就知无，是是做咩重南轻北，哎，北区咱的一寡建设啊，除了你拄啊讲的遐以外，针对道路的部分啊，民光东路甲国际路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大建设，知无？是，好不好？好，哎，过来就是讲，洪灾拄啊过啦，哎，那么洪灾拄啊过了，公用事业科啊。在恁这个单位内底，落必都真重要。迄是伫金发局哦，唔是伫阮遮。哦，即卖伫金发局啊。我紧，嘿，都针对讲顶两工，即摆风灾，我有接受了一个真正的案件，好，来甲大家共同分享。好，一丛高楼啊，树真大丛啦，嘿，啊，但是伊是住的，伊是踮的产业道路的。农业区的产业道路的，那么倒去了后，伊同我甲记记一下，甲记记一下了后，叫环保局来载。环保局讲你等记到这，哎，还佫留较长哦，伊无再来甲你载。我请问局长，针对风灾啦，我想恁有真济预算，就是针对这个风灾过了后，下一挂善后的一个。啊，预算对啊，对，哎，那么针对讲这个树啊，大丛树啊，那么百姓给你记好了，你要叫百姓安怎处理？这个是这样的哈，找环保局，因为他第一个他风灾啊，也被抢，他要去收的范围很大。第二个哈，他们要烧啊，有规定的长度了。啊，如果说真的有需要，通知公务局，公务局可以来处理。请迄个区公所有一个公灯课，伊会当处理。那么你产业道路、农业局，你叫农业局长去处理吗？会使叫阮啦，叫阮啦，这干部局会使啊。叫恁干部干部局？会使，我们可以去协助啦，没有问题啦。因为危及到公共安全哦。这讲清楚，迄是我农民啊，侥幸哦。这树啊，种个引导附近啊，啊，结果风台飞去了，是，这个救上来了无法度。那么第二点就是讲，针对这个风台了后，咱的啊，这个铁路地下铁这个电线地下化，是啊，个自来水的普及率，要如何来增加啦？是，啊，我来甲台电作为监督。你看到你台北市来，台北市85%的第这个。电话条啊，拢已经落去地下化，咱桃园才15%尔咧，啊，爱加强，对不对？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游和游议员啊，时间5分钟，请发言，谢谢。好，谢谢主席哈。公务局局长，我请问一下哈，我们113线的路评专案已经完成了吗？113线的路评专案，那天通车的时候。我跟你讲哈，我们113，您关心说，跨区的那个部分是吧？113线的路评专案哈，从后厝国小中华路一直延伸到中山北路，一直延伸到中山南路嘛。
那我们现在中山北路那边本来有自来水管的开挖，那现在已经挖好了，哦，那一段你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做路屏专栏，都还没有延续过去。好，我会好去了解，你好好讲中山。好，这一段麻烦你哈。好，再过来我请问一下哈。是，我们国道跟我们市政府权责跟区公所权责所有的沥青柏油，它的标准度差异，它的差异别是怎么差异？国道，和我们的，现在是这样，它的品质，它我所讲就是它的品质。我们的沥青的沥青混凝土的施工规范哦，都，有几种了哈。那但是就说，目前我们主管的一般的市区道路哈，局长，我跟你讲，赶快哈，你像我们的中正东路、民生路、民生南路，还有台十五线，台十五线它的柏油全面加封，比我们侵入路还晚呐、啊。但是我们现在所加封的柏油哈，已经有出现它的整个油脂啊，柏油油脂已经浮现了，整个都变成很光滑。那接下来会变成怎么样？整个马路会凹陷下去。那凹陷下去就一零一零啊喽。哦。哦。那涉及到骑机车的安全，是是是。我们中正东路这边前几天就是因为这种凹陷马路的情形，一个年轻人就去撞死掉了。是那个。所以说，在施工品质验收的时候要确实，好不好？不，那个有点你提到刚讲说类似我们所谓像瑞士卷这样卷起来的这状况哦，那是因为，我们一般的市区道路都采用密集配沥青去设计哈。那之前我曾经采用过一些比较，PAC 的哈，就是比较粗颗粒的哈，还有一些叫做改质沥青哦，对于就是说常常被重车压的，或者像公车站那种常常会坏的地方哦，可以来采用的话，就会减少你刚才讲的。就像我刚才跟你讲，应该要用新的。中正东路、民生路、民生南路，包括台十五线，这个全部的画的白线，现在都变成弯曲扭巴的。这个就是它的密集配的承载力不够。那接下来哈，就是电线电缆地下化哈。我在这里工作报告里面没有看见我们大员哈。那我们大员前几天在有去做会刊，就在我们农会中正东路前面这一段也要做哈。好，那这是势必一定要去执行的啦。那你像我们沿海四乡镇哈，风又大，东北季风又强。那以前我们的电线杆只有挂台电的电线，那为什么现在风一大就马上停电了呢？原因我们把它找出来。现在的电线杆不是背台电而已呢，它要背第四台、背监视器、背广播系统，所有你跟他看所有的电线杆，背的乱七八糟一大堆，包括现在的台风，最严重的就是第四台的线到处掉落，造成很大的危险。那我们希望说，在这边呢，电线电缆地下化势必我们是希望说，在我们沿海四乡镇风势比较大的地方优先来做。风势电线电缆地下化，你们建立台电的不是说人口密集的地方才做电线电缆地下化呢。哦，还有局长，我们电线电缆地下化的变电箱只有放在地上是唯一的一种吗？不是吧？这个部分呢放在地上，这个民众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价高型的，我相信你那边也有一个附案吧，大家拿出来讨论啊，不要一成不变，我就是放在那边，人民不同意，人民不同意，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没有办法做就不要做，啊，不要做怎么办？就放在那边，不是这样子。问题把它找出来，我们来改善。再过来就是说，我们的中正东路哈，拓宽案哦，从民生路到交流道这一段麻烦你哈，帮我查一下。之前有的征收案为什么无疾而终？那现在这一段的电线电缆地下化，包括马路拓宽，是势在必行，能解决到我们的交通问题，在你们横跨局势来做一个沟通协调，好不好？好，好，这个我们、这个部分，好，麻烦你，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李英强李议员杨进福杨议员苏志强苏议员庄议辉庄议员苏嘉明苏议员还有黄俊明黄议员，共用30分钟，请发言，谢谢。没有开的，没有啊，有啊。那个黄局长，那个我有事情请教你
因为你才刚上任哦，因为你还不了解，因为这个案子我上一个会期就有提了，我现在再跟你提示一下，就是我们金陵路台北商专，你知道吧？北商学院啊，你应该知道了哈。知道。那个，因为我们金陵路啊，有做一个左转道，你知道吗？那会车。左转道六六啊。对，那路啊，六六桥下那路很小，那石门大柱那个水务局那边啊，他那有一条道路啊，就准许让我们开阔，可以让我们通车，就是那个以前旧金陵路、旧金融路跟福隆路的交接口。所以说，我是希望你承办看是哪一个哈主管机关哈谁在负责的，你有空我们可以再跟里长当地的有没有再办一个会刊来了解一下，这样来讲的话，到时候你可能会比较清楚了。好，因为你才上接任呢，因为这已经讲很久，当时都有答应，因为到现在都没有在做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可能要麻烦你哦，局长你用一点心。好，因为这个道路哈真的没有做不行。我们初步了解那个工程可行性是可以的哈，那现在是要协调那个水利会也没有问题的、啊。他不是水利会，是水资局的。水资源局的他有开过会，我们也找他协商过了，他也是没有问题。那当然也要我们公务局来协商嘛。对 对，好不好？好，我们那麻烦你了啊。好 ，OK， 谢谢你，谢谢啊。福利了。啊、我老伙仔人较紧张。一定嘛？无声。有。OK OK。好，局长。是。你来三个月嘛吼？哎，三个月。慢慢应该进入状况了吧？对，还要学习的很多了。对呀、啊。是是是。公务局非常的重要嘛。是是是。希望我给你再鼓励打气了哈。好，谢谢。那我说国民运动中心哦，我们那个陈处长哈，要来做报告，在这里我们再重提一下。哦，局长你要听好，他那天给我报告是休市哦。对。那预算现在有没有找到？哦，有，没有问题，时间也不延后。时间绝对不能延后。对对对。对，因为当初讲好了是说，有公的货啊。陈处长很诚意哦，来跟我沟通。我想当初是整个屋顶要换，那传出来哇，我们市民哗然呢。就在我们自己，我当初全部规划也是我要跟以前要的钱，那你们整个换掉那个要延路，绝对不会延路时间哦。不会不会。哪时候完工？明年七月啊，那哪时候要落成？皇宫哪时候要落成？啊，这是看你啊。啊，看我，看市长了，看我。星光处长，你讲一下，明年哪时候可以正式启用？我想工程的部分还是在明年的七月份，那预计我们今年结构体的部分可以上梁。不要完，你工程好以后还要修饰，还有里面的装潢，应该还要整理。今年明年底可以完工吧？选举前不要。明年底了，不要说先去前。一般我们工程完工之后，二到三个月左右申请使用到接水接电。那这同时，我们会跟体育局的这个经营的厂商同步在进行。所以完工之后，二到三个月应该有这个机会。好，所以明年底你明年七月就完工了嘛？是。给你三个月十月啊。所以说明年底，我们就意味着录音。妈那个变来变去，当初处长来也给我搞不太清楚，跟体育局又沟通不良，弄得对不对？大家你们大换血、啊。那换一个头脑就不一样了。好，因为当初那个国民东迁我好不容易争取到哈，体育署还有以前的县政府，现在市长也很注重。那桃园两个，那另外那个，南平活动中心哪时候？你们现在哪时候可以完工？运动中心呢、啊？我们南平运动中心是那个目前我们了解的是他在做地下室，那由公所那边在。那个会不会入道？哪时候完工？我们还要再了解一下。我知道的是，他们现在在做地下室，由区公所现在在做。我怕你在新公司，我怕你那个新公处一天又一大堆，不会吧？那跟你没关吧？他们区公所在做。我没查。啊，对啊，我没查呗。啊，不哦，你同桌，你哪不跟我清楚？你意见足多呀。好啊。对，那我没管。哦，对了，啊，我就是要提醒你讲，别个敢管了。好。同桌外面传出来那个我们桃园市的国民运动中心被你们搞了这样修饰，我想这样是，你预算也不多嘛。他说两三百万毛一本，三百多万哈，来拜托你，好，请坐，处长请坐。那局长，那个我们大林哦公园那个，我们那个有一个阳光不是公园绿地科，应该知道吧？公园绿地科有来，好，那局长请坐。我们那个后站那个大林公园有没有要做一个那个国贸凉亭哦？那公所怎样？有没有沟通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伯莫凉亭那个，我们你们也去看过好几次了，对不对？杨公处，那你们市政委去看了，区公所本来有钱嘛，说现在没钱，说你们要做，
那现在你们规划了怎么样？我们已经提出申请好久了呢，你看都搞不清楚啊。您去看几下摆，您连知都唔知啦，您连公处连知都唔知啦。那是讲经区公所要办，但是经费有问题的，我们来协助。对，当初有这么讲，可是几个月了，你知道吗？哦，这我来追踪一下。对啊，我的公文进去，你们连看都没看。对，局长，你新来的，我们提谅你。哦，所以杨公处哈、哦，你是刘处长吧？你了解一下吧。哦，那个你们也去会看过的，你都唔知，这样就太离谱了嘞。区公所会看，你们也去换工换人，就是大林那个大林公园啦、啊，建设那个杨茂良，你再提一下。啊，什么经费啦、啊？你们说你们有困难，还是跟那个区公所协调？区公所说你们要做，区公所跟我们答复说你们做，你们现在一问三不知。哦，局长，拜托你去了解一下，因为我时间有限，好，我也不为难你们。好，你快点去了解一下，好不好？还有我们，请坐，杨公处长，请坐。好，局长，那延平路延伸到八德的这条路，市长在我们的市政座谈有特别提到，延平路至八德，有没有？是哦。没，目前进行怎么样？杨公处还要谁要答复？局长答复还是我们？他这新公处正在定线呢。明年有编列预算了，好，3亿5000万要开始规划设计，还有一些用地的取得，好，那有三段嘛，有一段是区段征收的，有两段是我们要走的，哈，那预算编下去就会一直把它完成。对你现在进度哈，我用书面再给我答复，好，那个市场的重要理念，那个很重大一个工程哈，而且好几亿，你们没有编经费，你告诉别人走好不好？有编了，有编嘛哈，明年哦，好，这个市场的重要理念哈。还有预售期间哈、哦，我想你们也知道，你们不是要哦进度哦，我现在没有时间，你预售期间进度如何？给我答复一下。预售期间征收已经完成了，以前是我们的钱，那现在也都不知道何时开工，你们知道吗？预售期间？这是区公所，可能是区公所，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没有，这个是你们啊。好，不要等了，因为我还有好这个，对，好，书面给我答复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主席，局长。是，你还在放空啊？不，我再记一下那个预售期间的时间有限哦。好，请。我也是看到你这个报告第5页哦，就像刚刚几位议员都有提到，今年度跟去年度的桃园市全市电线电缆地下化，你总共有24项电线电缆地下化的统计表。今年度跟去年度两个年度，总共移除了561杆电线，电线杆，总共长度是14815公尺。对，24项项目里面，竟然没有一项是平证的，亏你还是平证人的局长，你这样对得起平证的乡亲吗？未来可不可以有平证？这个会跟台电协调，我一定会。你就这样一句话回应我跟台电协调、啊。我会跟台电协调、哦、把凭证的部分、哦、也纳入。我只问你，未来两年，未来在郑文灿市长这一任，现在已经做了快一半。是。你现在讲的都会直播出去，凭证乡亲都看得到。未来两年凭证有没有？有。现在就。我告诉你啊，这一次梅基台风灾。去年的这个苏迪勒台风风灾，台风一吹，屏镇就停电。屏镇这次停电多少？24903户，在全桃园市前几名。我告诉你，每次台风一吹，我们在看屏镇啊，市中心大北市地区，它的电线电杆相对稳定，电力的输送。三子顶南丰路这边吃的是屏镇工业区的电力，也相对稳定。最痛苦的就是大南市地区，还有福林里要往东丰路要往东市那一带，所以。本席认为，在屏镇的南平路、新光路口南平路那边哦，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本席昨天就在那边从早到晚站了一整天，我在那边2天为了屏镇的地区的乡亲的复电忙了2天，所有的乡亲大部分都停电1天到2天，水深火热，就黎明于水火之中。不知道你们这些地方父母官首长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将心比心，体会民众的痛苦？你看看南平路，还有包括东丰路以及三星路。这3条路的这个电线电杆，如果你把它电线电杆移除的话，移到地下的话，尤其是南平路那个地方，解决大南市地区几千户的这样的一个电力中断的问题。尤其在南平路那边，你去看南平路那边往埔心杨梅的方向，
为什么那边的电线电杆台电公司设的那么密集那么靠近，就是因为那边相对的地势平坦，要准备要往上个三子岭的方向了，然后呢刚好那个地方又靠近大坑坎溪，相对地形平坦，风也特别的大，所以呢又再加上要吃杨梅埔心地区的电，杨梅埔心的这个电啊是贡献输送过来，所以每次风很强，台风一吹，每次这个南平路跟我们新光路那边一断电，几千户全部遭殃。南市区啊算是三子岭示范自立重划的范围，包括南市地区也是首善之区，也是当初南市重划区，每个人都要讲我们平镇是二等国民吗？南市地区的民众是二等公民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就南平路跟东风路和三星路的这三条平镇首要的道路，以后电线电杆地下化列为优先考量，可不可以？是那个特别是尤其是南平路要拓宽的问题啊，对，南平路要拓宽，还有东风路要拓宽问题啊。对，这如果我们现在正在，上次您有请我们副市长成立专案小组，对，现在正在进行这些在。你拓宽的时候，是不是就把南平路、新光路口那个问题，还有东风路那边也是要拓宽？把这拓宽了，因为你们是新设道路的问题，把拓宽了，把长度移除电线杆的长度，留给我们平镇好不好？对对，可以。如果说我们已经评估到结果是会进行拓宽哈，现在正在评估啦，像有一些还涉及到可行性的部分哦。那如果说是进行到有拓宽，这一定会顺便地下。你的答案我不觉得还是太消极，我希望我还是会质询郑文灿市长，我希望你们要积极正面一点，不只是评估，我希望你们把东风路、南平路、三星路，尤其是南平路那些拓宽的考量，把这个电线杆移除长度拿进去好不好？还有就是翠堤桥，市长说过要重铺这个桥面铺面啦、啊，这边都是从一直很滑，一年没有铺过喽。龚祥生如果没有移交给你，你的幕僚就要告诉你哦。这一个市长亲自去现场说过、哦，还有当时很多议员，包括彭俊豪跟这个刘仁照和我都在现场有见证过，那时候是青年事务局办的活动。郑文灿说要重铺，一年都还没铺，我希望你们去看看中壢的老街西的翠堤桥，能够把铺面重铺，不要让人家再跌的好不好？好，好，谢谢。好。公务局局长哈，像这个、啊、你也刚来，但是呢，这个我看你也是蛮进入状况的了哈，希望这个一直保持下去哈。我想我们这个特别是对于道路的养护这个部分哈，那我们跟这个养工处哈，我们刘处长，我们常常也在做接触哈。上一次我们复兴区的37盏的路灯哈，上一次我们也请养工处这个帮我们去做一个设计跟协调哈。那目前。现在这个案子到底现在怎么样了？不好意思，他这一件案子的补助的部分已经回去区公所，那现在就请区公所去做这个设计发包这个动作，就整个就已经移到区公所那边去了哈。好，那个谢谢处长哈。那我想局长哈，是这两天这个台风啊，是这个昨天我也特别的到复兴区去，那我也请我们这个局里面哈派一位这个科长级的。啊，跟我们一起到复兴区，因为特别是道路的修复这个部分非常非常重要哈。我想你刚来那复兴区，你大概去了几次啊？3到4次，三到四次，这次台风第一天我就去。后山你有去吗？后山有我后山后山是上次去，那这一次是跟市长一起去。哦，这样哈，去对啊，所以我想每一次哈台风一来哈，几乎每一次这个最受创最严重都是我们复兴区。哦，不管是土石流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灾害，大大小小的灾害。那然后呢，第二天啊、哦，我们大家就是要开始正常上班上课。是是。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复兴区就有一条是台七号道，对不对？哦、北横公路。对对对。这个是当然，这个是属于这个公路局哈、哦，他们在养护的。但是呢，我们有八条四管道路哈、哦，从三民一进去，三民一直到后山的这个八林啊、三光。我们有8条的四管道路，所以我昨天稍微问了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局里面的哈，我说到底有没有几个工班在那边啊？他就讲说我们只有两个工班在那里，两个开口合约厂商。那我想这个哈，我觉得是非常不够。为什么？我们现在哈在复兴区里面，大概就是有前山、中山跟后山啊，有三个，大概有三个这个大的，如果我们要划分的话，大概有三个大的区域啦。所以前山就包括我们前面有四个村啊，从三民一直到霞云益盛啊，然后呢中山就是罗马线这一带啊，这个就是这个罗浮的葵辉跟长兴
啊，那后山那当然是从这罗湖以后啊，包括高义啦，包括三光跟华林，所以说你这个两个工班哈、啊、绝对不够哦、啊，两个开口合约绝对不够，而且这个我昨天去看啊，这个从三民一直到啊我能到的这个高义这个地方哈、啊，几乎那个我们所以说属我们这个四管道路的部分哈、啊，我想这个我们还是要加强啊，因为这个工班确实不够，光一个霞云啊那条这个。114号就是就整个就这个很多的路树倒塌啦 啊甚至小小的这些啊这个摊方啊哦、啊、像这个部分我希望说我们啊这个局里面这边哈、哦、未来在明年的时候反正现在编预算了嘛你是不是多加一个考量哈、啊、因为这个啊在这个开口厂商合约的这个部分哦、啊、希望能够就是啊能够以这个刚刚我讲的前中后山啊三个区块哈、啊。去做，我想这样的话，未来哈、啊，这个我们这个复兴区，我们复兴区的这个幅员很辽阔，包大概是我们桃园市的这个三分之一强哈，350.7775平方公里，所以很大哈、啊，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局里面这边未来要做一个考量，好不好？可以，这个部分本来想说分两标 ，OK， 现在如果说要再增加一标哈，明年哈我们就来增作为对，确实是不够了哈、okay. 所以这个部分再请我们两公处这里哈来做一个统筹的规划，而且现在哈我们现在这个几乎这个天气哈变化非常的大，根本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时候一个强降雨可能这个马上这个像前几个礼拜我们霞云溪上面的边坡啊整个就一个强降雨就整个都垮下来，我相信你应该这个部分你也知道嘛，对不对？我们去请。所以现在复兴区的这些可能易碎的，或者是易容易坍塌的这个部分，我们两公处这里，我昨天有跟他们讲，哦，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把它登记起来，未来哈、哦、可能在强降雨或者是台风的状况的时候，这些地方我们可能都要再做一个监测，好不好？是。这个部分再请我们局里面这边啊、哦，多给我们啊、做一个统筹，好不好？好，没有问题，谢谢。黄局长，是，我想，你刚上任三个月嘛，对不对？哈，那、可能有的地方还是不熟悉，但是没有关系。那我这边还是一个跟你一个温馨的提醒一下哈。是。那个路平专案哈，从过去啊，哈，无论是临时会或者定期会议啊，几乎每一位议员都非常关心这个路平哈。道路的氧化以及路的平面，我想请教一下，在你们的工作报告里面说15米以上跟15米以下这个单位前者，你能不能做一个明确的说明，就是说15公尺以上的市区道路还有原来的县道乡道是由公务局的氧工处来维护，那其他的以下的啊15公尺以下的市区道路好、哦、按县道乡道就是还是给区公所在维护管理。好，我再请教一下哈、哦、那刚好我是住在龟山区哈、哦、茶庄路哈、哦、那因为最近我的服务处才迁移到我的住家哈、哦、那在两个月以前哈、哦、那刚刚好是因为可能在有一些水管大的差不多有一尺大的一个水管哈、哦、那我们的社区啊哈、哦、前后哈、哦都在更换，哦，那个水管，那水管换完之后呢，那厂商可能也有铺了一层这个柏油，但是那个路啊，还真的是不平哦，常常啊，骑脚踏车的人或者是骑摩托车的人哦，重心不稳哦，常常滑倒受伤。我想这个区块哈，是不是请贵局哈，在短时间内哈。去了解一下，是，我们会去了解，这应该是施工，就是埋更新管线的厂商，他的修复没有做好，这可以要求他再改善，所以我想这一点，请局长哈，这个用心一下。是。第二点，我再请教一下，在你们的工作报告里面说，公有的建物，哈，104年，你们也建检了也不少的公有的建物，哈。所谓公有的建物是指什么？公有的建物，比如说，集会所啊，好、哦，还有，那个图书馆啊，这种公共使用的建筑物，但是不包括学校，学校都是由教育局自己办理。是，那刚才局长你所讲的，
如果这个机会所如果超过三十年以上，有没有必要再做一个修缮或者是更新等等？这我们这个是进行说这个结构物啊，还能不能使用的评估。那至于说这个集会所还不要再继续利用，好，他民政局或者区公所他们自己就会去做一个决定。如果说要修缮才能使用，就必须要先补强。如果说他不要的，那我们连补强的经费都可以省下来。是的，我想因为很多的机会所哈，是因为真的是老旧了哈，是，那也真的是结构工程，过去的三十年前的结构工程也真的也不是说做得很好，是，所以这个部分为了保障里民的安全，是，好，我想这个区块再请公务局这边再努力一下。好，好，好，谢谢，谢谢。那个局长哈，是，你好，是，那个在以往哈，我们这个两强一弱的阵容来讲哈，每次发言哈，大概都是我是第一棒，是，啊，但是我今天为什么到最后一棒呢？因为我个人认为说，你是新来的局长哈，是，所以我认为说要多一点时间呢，要跟你来沟通一下。就是沟通一下我们的理念哈，当然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在三个在这边做哈，我们的衣服是一致的，甚至我们裤子也是一致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初啊，我们成立这个联盟的时候，是我们议长啊封为我们两强一府啊。第一个就是苏志强、李运强跟杨进福啊。为什么呢？我们会联合在一起呢？我认为说啊，团结力量大了。是。那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我们的问政，我们是在一起的。啊，我们甚至于我们的那个政策，我们所有的政策，我们也是在一起的。甚至于我们的所谓的那个服务，我们是在一起的；甚至于公关，我们都在一起。那在一起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希望说，借由我们三个的共同力量呢，能够把我们的地区各项的业务啊做得更好啊。甚至于我们也规定了，如果今天穿的制服啊，如果不一样的话，就跟你们一样穿整套制服；如果今天穿的制服不一样的话，最起码5000块起跳。啊，这个我就如果说我们的制服万一穿错的话，万一我们颜色穿错，我们有6套制服，万一你穿错的话，我们也是有党纪啊，我们是以5000块作为一个起跳的标准啊，所以我希望说，而后在贵局来讲的话哈，我希望说最起码你要了解和明了，最起码我们今天三个人一个人的工作不是一个人，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工作，所以我们三个人需要做任何事情的，等于我们三个是集体的一个行动啊，我希望说而后。我们各科主管的处长还要了解一下。其次呢，我本身呢、啊，从代表或副主席到县议员到市议员、啊、我本身对于公务啊，我非常非常的了解、密切的联系。因为我认为说、啊，在我以前做代表的时候呢，公务来讲它是地方最重要的。其实大家不知道这一块，那是我做代表、啊，其实我来讲，我认为说，只要把公务，只要你要人民托付我的事情，我能够跑到公务科，把他事情给我立即做好的话呢。我认为这个选票就会自然来了。那时候我是一直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和这种方式来做事，所以一路啊，从我的代表一直选上，然后代表，然后再做县议员，再做市议员，这都是什么？都是公务对我的很大的帮助，啊，等于说我们这对公务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身为一个市议员以后呢，我常讲啊，我本身个人认为说哈，我们的事情啊，因为我本身也是军人出身的。所以我认为任何事情呢、啊，要必须层层节制啦。像我今天我做任何事情呢、啊，你只要你的承办人员够强，只要能够办事情，我相信我很少会找到科长，甚至找到处长，甚至找到你局长。这个我认为是这样，而且甚至于有很多案子啊，我跟你讲，我因为从这20年来啊，我在地方上跑一些业务来讲，我只要看到这个事情来讲，我大概就可以预判这个案子可不可以做。如果不可以做的话，我会主动的帮你们挡子弹。我说这个案子我不能做，啊，这个案子我怎么样？那你他说你要说你怎么连问都不会？我说没有关系，如果你可以，你觉得你这别的民意代表，这么多民代他们可以做，请你去找他们，因为我不想浪费你们贵局的时间，也不想浪费我的时间，也不想浪费陈情的时间。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事情了解，就是牵扯到土地的问题，就是也有他是私有土地。或是一个边坡的问题，我们都要跟我们跟民众去讲，也许帮你们挡了很多的一些灾难，啊，不是待在一些指那个指责，说哎怎么都不做，我们自己本身就要先过滤的。那过滤完毕以后呢，我们才会跟你们来报告。那可以跟你们报告，我们才提出申请啊，这个可不可以做？但是我觉得说哈，你们贵局哈，会不会有人哈，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
像我们这种温良恭俭让这一辈的，像我们这几个，我们说都非常温良恭俭让的这一辈人呢、啊，我们的建议案啊，不要说小了，会不会说因为我们非常的温驯，所以啊，这个议员这么温驯哈，他可能是小的，你要常讲的，小的跟那个什么一样，所以他们不是大牌的议员，所以我们对他的业务啊，我们不需要太理会，凡是啊能拖就拖，能挡就挡，能闪就闪。那你们贵局会，你认为说你们贵局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呢？李言，也许过去哈、哦，有大家有服务不周之处哈、哦，那这样沟通以后哈、哦，我们的主管都坐在这边了，应该以后不会再发生。是，我觉得说啊，这样最好。为什么？因为问题是说我们今天呢、啊，所以我们龟山区啊，算是、啊、非常非常的一个，说实在，连我们的书员都替我们抱不平了、啊。我们龟山区来讲活动，以前呢，我们龟山区来讲的话是全桃园县是预算啊，是排名前三，不是第三名就第四名，绝对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乡了、啊。但是因为身为直辖市以后啊，所有看的活动啊，几乎我们龟山乡啊你看不到，在报章媒体看不到，而且所有的建设也几乎看不到。你可以看看你所有的工作报告里面讲，我们有龟山乡两个议员，龟山区有两个议员在这里啊，都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一个重大的公共建设。那再其次呢，就是既然这个没有建设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些一边民众的非常急迫的一些小小的工程，我认为说你们啊，其实啊，你们都有拖到之嫌啊。其实那时候我说实在，我是希望说你们应该要上紧发条。因为我们平常讲，我在以前我们的个性呢、啊，我的个性来讲啊，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局太大，因为牵扯到啊，因为牵扯到我们的公务课、区公所公务课，又牵扯到对不对？你们责任啊，就推来推去啊，所以我们也真的不晓得要找哪个单位来就责、啊。那所以我上次在开我们区政会开上次开那个的区公所开会的时候，我说不管怎么样，我是希望你们注意到，是我们尔后任何的案子哈、啊，我们的任何案子啊，是如果说我们跟区公所会刊。我会请区公所帮我来联系一下，是因为本身呢、啊，我找你们单位，说实在，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我跟你们接触很少。你们那个什么桥税科啊，又什么什么到什么什么两公处哇，那单位真的很多啊。还你这个公这个单位太多，连我们的、啊，而且我们如果说不常接触的话，真的记不太多了。是。所以我希望尔后会刊的时候啊，我们归在区公所，我请他们列管，就是说我们有关于这个所有的案子来讲的话。我们只要跟你们有会开的时候，我就希望他能够我去问他们，因为我大概平均一天都会去区公所了解一些问题。Okay. 那时候我就顺便来问一下这个问题，这样可以吗？可以的，好不好？我就由我们请我们的全国我们的科长跟你们保持密切联系，好不好？这样的话才不会漏死掉了。是。这样的话你们才知道跟我掌握进度。是。我常讲哈、啊，工程如果说你今天因为预算不够，或是什么原因，你要跟我们讲明白。是。我也是希望各位啊。做任何事情回去的时候，我是不晓得别人怎么样，我就是最喜欢就是回报，是，或者给我公文给我，你最起码像我们今天的，说实在，我今天对于哪一个单位我最欣赏，我对交通局的工程那个交通工程课的吴其商我最欣赏，他虽然是个小老客人，我几乎很少到交通局去，为什么？他只要跟他讲以后，他就会，我们相信我们在座我们龟山区的议员都很满意，他非常主动积极，第二个他会回报，他公文就回报，能不能做？大概马上就可以做一个讨论，好吧？做一个大家都可以沟通的，所以这样子才叫做行政效率啊。是，我觉得跟你们公务局啊，已经打交道了，打了一年多哈，我认为说啊，你们的效率啊，真的是、啊，不是我不是说有待加强。是，我会改进。既然局长，你换个局长，我相信你从新北市来，对不对？你也做过新北市的好养工什么新北市新北市，然后新北市哈，新北市来，然后你也有台北市来了，就台北市来哦你。你有经过了很多的历练，处长还是不管是处长，都有经过历练。我相信市长，郑市长找你过来，一定是看中你本身的各方的历练。而且我个人认为，刚刚我经过这个外面在听以后，大家真正的对谈以后，我发觉到我们的郑市长找你啊，我认为已经成功了60%。啊，我认为说这样，所以你这个积极度和你这个本身的谦卑来讲哈，我认为这个，我认为说你们市长找你来的话是 OK 的，因为自从你来以后啊，你们处长啊，各处处长才会来跟我那几个小案子，才要来跟我的讨论一下。啊，以前真的都没有讨论过，现在还会来到我的服务处来跟我讨论一下，最起码让我了解今天火力啊不会全开，要不然今天我跟你讲啊，我至少、啊。
跟你讲，我们三个我要连还骂你十五分钟以上啊！但是问题说，既然已经沟通过了，我也不希望在公开上面了。我希望以后我们尽量在私底下，好吧？在上面只是谈一些重大的事情，好吧？在我们私底下能互相把事情做好吧？这是最重点哈。是，啊、谢谢也谢谢三位议员。如果说我们有不服务不周之处哈，也要跟我们指教了哈，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改进，好不好？好，谢谢你哈，谢谢，谢谢你哈。好，谢谢啊。接下来我们请李光达李议员啊，李议员请发言，谢谢。啊，谢谢主席哈、哦。那个沈处长，是李议员好。哎，早上你在主席台报告的时候，有关于相关道路的一个举报，有多少案件？哦，我们就是道路专案的稽查哈、哦。不是民众的举报啦。哦，民众的举报，嘿，有197件含所长调查。应该是没有涉及到所谓的风气的一个问题了哈。有少部分非常极少数是有一些需要再进一步做刑事侦查。这样子哈，那既然有这么多的案件了，我想黄局长，是，就是代表我们的道路的一个品质哈，的一个管控哈，我们还要再努力了哈。是。我想我们的管挖中心哈也成立了很久哈，但是现在民众的观感还是不好。你刚也提到说在第四阶段的部分哈，第四阶段哈，在微针孔的一个调降哈。事实上并没有落实哈，很多啊道路新铺设完之后哈，这个还是啊歪斜的哈，这是市民的一个观感哈，所以我想啊会连带啊澄清到我们的政风这边来哈，那沈处长你这边请坐哈。好，讲到这个啊这个道路品质的一个维护哈，我想蛮认同早上哈欧秉成议员讲的哈，不要靠我们啊议员哈民意代表的一个反应了哈，啊希望啊我们的局里哈。啊，养护的部分吼，啊，积极走出吼，来自己自行来一个巡查吼，啊，波波那边扣一完吼，把做尾稿了吼。对，我想要个行动的一个政府了吼。是，这是我想要讲的吼。另外，我想，那个欲知前世因吼，今生受者是了吼，就是今世果吼，就是前世因吼。在座吼，啊，我们讲一个轮回吼，认为自己前世是好人的，请举手吧。前世是好人的，前世是好人的，请举手吧。我们当然都是，对，前世是啊。啊、哦，其实哈、哦，前世都是坏人了哈、哦，所以今天哈、哦、啊沦为仆了哈，公仆了哈，包括我也是哈、哦，要来服务群众哈、哦，普罗大众哈、哦，所以要好好的做了哈、哦，好好的做哈、哦。啊，外界是说哈、哦，你们是当官了哈、哦，啊官是两个口哈、哦，出两张嘴巴，出一张嘴巴、哦，事实上不是，我们是行动的政府，是不是？是。哦，所以说哈、哦，我今天不是在弘法哈、哦，也不是在布道哈、哦，因为我们现在讲究律法的时代哈、哦，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啊，道路的新辟、桥梁的新辟的你的业务来讲的哈，坡给我走了哈、哦，胜过七级浮屠了哈、哦，啊，做了几条道路？今天有议员在讲说南区做了多少，北区做了多少？我想哈、哦，啊，你刚也第一时间也没有议会过来哈、哦，我们也在计划。啊，民光东路的一个延伸到民生路哈，是，还有啊，我们的啊国际路延伸到啊这个南平路，哦，这都是长期的一个计划，还要透过什么？因为现在是绿法时代，要透过都市计划的争取跟变更，是不是这样子？是是是。好，啊，议员这样的一个质疑哈，我想点出问题哦，但是不够负责任，他要告诉你说，我们北区，我们桃园区要做什么？局长，你知道我们北区要做什么？北区。好，我告诉你哈，你今天这个报告哈，我想龙池路哈，2.5公里哈，延伸到台66线哈，用地费25亿了哈，啊，连工程造价大概29点多，将近30亿哈，这绝对有它交通的必要性哈。是，我想这是一个啊交通断点的一个打开哈。那我们北区在桃园区哈，我们北区泛指北区的话，我们的现在的茄东路是不是也在啊拓宽？是，哈。还有长兴路的部分也有在做，对不对？是。好，桃园区我告诉你，哪里要去拓宽，要不用29，不用29亿，可能不用1/10，玉山街啦哈，平交道那里一个断点的打通，哦，还有哪里要做？龙泉5街或者6街，有空去走走看哈。龙翔街出来的话，要经过龙山国小，哦。龙山国角走龙泉2街哈，来接啊所谓的龙寿街哈，主要的道路哈，非常的拥塞哈。再者，我们的一个最偏远的一个里叫龙山里哈，你去走龙寿街83巷，接双龙街29巷，往龙门街方向，你看看是走这个羊肠小道，这是不是要新辟道路的一个需要计划？
是是是。哦，我想这我们啊很多很多哈啊北区的部分哦很多要去做的，但是你们都没有想到哈，你们都没有想到哈。还有做事哦，不要各谈各的调哈。我们现在有一个人行道的一个啊品质的跃升计划哈啊未来计划，我们桃园区的永安路哈，永安路哈，永安路人行道好，永安路路侧也有哈。那你永安路的啊铺面的话，好像又是另外一个计划，那为何不把它整合一致性哈？一起来做，那个，我们如果人行道有更新的话，好，道路会一并的来更新，会一并。我想能够同步进行的话，能够减少民怨哈，不要在这边挖马路，改天就在那边啊铺人行道，这样是不是会比较让人民的观感会好一点？会是。哦，我今天点了一些道路要，当然是需要钱了哈，在啊。很多是农业区哈，还没有新辟大楼的时候，你来征用、来征收哈，当然要透过啊民主的一个协商机制啊，跟我们的地主来协商哦，不是我们强要就一定要哈，但是没有做绝对没有办法去啊继续后续的啊一个所谓的完工哈。是，在我想也受限于我们的一个预算哈啊，道路基金我们的道路基金28亿多哈，我们的养护也8亿多而已哈，而我们的新工处哈也4亿多而已哈，我想这个。啊，资源有限之下，一下要做那么多事哈，啊，当然有困难了。那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的预算从将近950亿增加到今年的1000余亿哈，是不是要主要的建设计划就在用在所谓的新辟道路跟桥梁的一个整建整修？像我们公务局的预算哈，就增加了快要10亿了，106年度比105年度增加了10亿哈。那最主要的还是增加在。用地的费用，因为现在改用市价征收以后，道路的开辟的费用哈会，我今天提。